好，我刚拍摄完了今天的服装大片，也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用图片去说故事的一个系列，就是我来巴黎，然后 shopping 以及在饭店享受巴黎美景的整个过程。那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呢，跟完全不一样的团队工作是一个很酷的体验，因为他们不管是妆发、发型，或者是拍摄角度的取景的方式，跟台湾都非常的不一样。尤其是又在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度，其实拍照出来的那个风景都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所以其实我好期待出来的感觉，我相信一定会是一个很不同的体验。